春接福，马来西亚怡保慈济志工举办照顾户岁末发放，会所里人气抢钱棍。志工忙着准备围炉菜肴，大医王则提供医疗咨询，同时宣导茹素。我自己回来了过后，也是开始像我的身边的人啊，亲戚啊，朋友，我见到的人都传达给他们。除了那个环保的东西呢，我也是鼓励他们吃素，因为吃素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了。热闹的舞狮表演开启团圆活动的序幕，志工安排一连串的精彩节目，让大家在浓浓年味中欢度佳节。真的是能服务别人是件很好的事情，大家都是很尽职的在做自己的工作岗位，然后也不会很凌乱，就是很有秩序的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。活动最后还有财神爷分送祝福，幸福的迎接新年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